这一个紫苏海胆里海胆真不少啊。嗯，哇塞，里边爆浆的。喂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日本人乌曼达，今天带大家探一下高端天妇罗オマカセ。所以今天的日语角环节是交给我吧，正规的オマカセください，口头的マカセロ，极短的 OK。大家准备好舌头了吗？极道，天没有打个电动狗了，点赞关注。废话不多说，一个字来。店名叫天一北海道玉米羹，特别像甜品的布丁的味道。天妇罗的已经开始了是吧？对，这是芦笋芝士、啊、真嫩啊，后边会有淡淡的芝士的味道。克林顿合影的是哪位？老爷子以前是在席郎做主厨的，可以说是北京天妇罗界的顶流了。我日本日本人です。哎，私は日本人です。纯进口的日本的米油，加了一点香油。牡丹虾、樱花盐、柚子盐、昆布盐，这虾很甜哈，虾的口感特别 Q 弹，然后略略带点甜，好吃。蟹肉黑醋，什么螃蟹？雪蟹。来一口啊，很入口，特别直接的这蟹的鲜鲜味啊。嗯，慢，扇贝裙边，它不是扇贝的裙边吗？就扇贝那个边儿。扇贝呢？扇。炸了扇贝，扇贝的裙边，扇贝在这儿呢。柚子胡椒配扇贝和粗芥末配扇贝，日本小青椒，有辣的，嗯，好吃。樱花虾，这玩意儿蘸汁吃。大竹虾，特别清爽这块，大竹虾还挺肥。鲫鱼，这个蘸盐吃好，嗯。很嫩很嫩，特别好吃。这一个紫苏海胆里海胆真不少啊。嗯，哇塞，里边爆浆的海胆的味道太浓郁了，太浓郁的感觉有点呼嗓子哈。虾头味增汤，就是这个味增汤的味增的比例其实不多，更多的是鱼的那个鲜味儿。星鳗天妇罗，星鳗真厚实，这肉海胆呛油，不咸的咸夸张那种感觉。结束的主食天冻，那个400多一套。哦，这里边虾的，虾、圆葱、胡萝卜还有圆豆。嗯，好吃。对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喂，吃完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他们家今天的套餐是680。我比较惊艳的是，喜一郎那老爷子在这边驻场。天妇罗的品质、食材用都对得起这个价格。想要有更多日本美食、清酒及文化，请关注乌曼达，点赞关注，拜拜。